现在本能都出来了，对不对？要什么有什么，相信自己啊，自信。那教练平常跟你说过最多的是什么？啊，最多的就是这个不够那个不够吧。还在挑不足是吗？那也没有鼓励你吗？就是鼓励肯定也会有了，但是还是肯定要去找问题吧。对，